会的吗？可以做吗？对，是可以，但是刚刚十块被吃掉了。十块？哎呀，十块是可以呀、啊。没有，十块没有，因为我们刚不知道，所以说考一块钱。啊，一块钱是不行的，一块钱不行，十块才可以，因为他那个设定的是十块钱，你投五块也不行。没有了。